是不断的向警察丢掷鸡蛋，甚至刚刚也有人丢掷类似于汽油弹的东西。而现在呢，警察则是拿着这个巨马和民众做个冲突。而在警察没有喷水的时候，民众又往信路这个方向推挤，所以双方正在进行一个拉锯。现在呢，喷水车不断的往前进，它开始有民众跟警察呢丢掷，互相丢掷，而喷水了，又开始喷水了。所以呢，所有支持的民众、抗议的民众在现场都已经遭到驱离。现在呢，喷水车不断的往前进，让这些抗议的民众呢，已经渐渐的要被驱离，赶往驱离往的信义路。现在镇暴警察呢，在另外一头，镇暴警察和民众又发生了一个新的冲突事件。整个场面可以说是完全的失控了，整个信义路这段呢，已经完全变成一个冲突的一个暴力事件了。那么这也是呢，民众呢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抗议到最后所演变的一个觉得一个非常意外的一个状况，因为呢，因为一点冲突引发了变成一个完全的一个暴力事件了。现在透过镜头带您看的呢，就是呢，镇暴警察和民众有一些零星的冲突，不过随即呢被一些民众呢制止下来，希望呢大家能够理性的来处理这件事情。现场没有看到哦，好像是市议员李庆元，他的鼻子也受伤了。那因为他的出现呢，所以现在呢，警察和民众又开始冲突。之后呢，现在呢，这个情况稍微被制止了，不过现场呢还是不断的丢掷，甚至有人丢类似汽油弹的东西，使得现场的情况是相当的危险。而仍然有不少的民众哦，一直赶到这个地方来围观，并且呢加入和警察冲突的一个行列当中。现场的情况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危险，而且呢秩序已经全乱了。目前呢，在整个群众当中也有分两种不同的声音哦。一种呢是不断的高喊警察打人，并且要回打回去；不过有一些呢比较理性的人哦，他们是认为说呢，警察也是奉命行事，因此千万不要跟警察起冲突，这个模糊了这一次呢游行这个诉求。因为这一次主要呢是要国民党改革，要国民党主席李登辉下台，并不是要来这边起个冲突和暴力冲突的。
不要变东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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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现场有不少的一个支持者一直在呼吁了，不要丢东西，因为这样都很可能造成伤害。而现在正在丢的呢是类似冥纸的东西，而现场呢两派不同的意见反而自己争吵起来了。不要互相残杀的啦！对啊，我们要冷静啊！你们叫他们走，叫他们借口不行啊！不要丢东西，不要丢东西！现场有不少的民众呢一直呼吁了现场的民众不要丢东西，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子冲突起来会变成一个暴力的事件。因为今天并不是他们诉求，他们也认为呢今天的来这边哦，来这边示威并不是要把大家呢把他们当成是一个暴民哦，他们希望呢能够呢跟国民党诉求是国民党的改革，而不他们并不是一个暴民。不过呢刚刚呢还是非常不幸的发生了暴力的一个事件。刚刚呢是台北市议员李庆元哦，他被打伤了，他的鼻子呢流了血。而刚刚呢的镜头也告诉各位观众的是说，也有民众的头部被打伤了，因此呢有零星的一个民众算是挂彩了。透过镜头你可以看到整个信义路呢大部分的一些支持者已经被驱散了，因此这个地带呢算是比较净空了。可是其实外围还是有不少的民众想要冲进来，而外围呢有政报警察在外面堵成一柱墙，不要让他们进来。而在另外一方呢则是呢有警察跟民众零星冲突的状况。我们有能力，我们往外，我们有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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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您现在在这个画面上所看到，这是国民党中央党部一个聚众抗议的最新情况。那么现在的时间已经是超过晚上的7:30，而且天也已经黑了，但是整个抗议的过程已经延续了大约6个小时，但整个情况看起来不但民众的情绪是越来越高昂，而且整个抗议活动都没有要平息的迹象。我们稍后还要再把现场切到这地方看一看，在这边最新的一个状况，我们待会儿回来。欢迎回到民视新闻，继续我们要再次把镜头转到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前面，来了解目前整个抗争活动的发展。那么刚才我们在整个画面上已经看到，那么抗议的民众他们不但向警方丢掷鸡蛋，甚至还有疑似汽油弹一类的东西，而警方也曾经一度的以强力水柱来还击。那么现在的民众呢，似乎还并没有要从这里离开的迹象。我们再把现场交给记者陈光中，我们来了解一下目前整个抗争活动的最新发展。光中，是的，玉琴，现在就是由陈光中、中南民及 SNG 小组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现场为您做的连线报道。那在稍早差不多10分钟之前哈，又警民又爆发了一个严重的冲突。那当时的情况呢，我们可以从一个稍早10分钟前的一个画面上可以看到，警方的政报部队呢正用强力的水柱呢向群众喷水驱散。而这样的一个行动呢，主要是根据警方他们表示，他们是要撤退到撤离这个现场。不过呢，引发了民众的一个误会哈，民众又认为说警方又要开始对民众做强制的驱散，所以在民众与警方的双方的一个拉扯之间呢，也爆发一些激烈冲突。而且警方在要离开这个仁爱路的现场的时候呢，在整个政报车呢向前推进的时候呢，也逮捕了部分这个情绪比较激动的民众啊，把他拉进这个警方的阵营里头，那引发了后方的这些民众呢更大的不满。那双方的拉扯动作可以说是非常的激烈冲突，而且我们可以在稍早的一些画面里面可以发现哈，有些群众呢甚至有跌倒受伤的一个情形，而且脸上都流满了血迹，其实是相当的一个可怜的一个状态。那目前呢，在仁爱路上面的这个路段呢，警方的政报部队跟保安警察呢其实都已经离开了，那只是在慢车道这边靠近国民党中央党部侧门这边的地方呢，还有部分的政报警察跟民众在对峙当中。那当然这些警察呢必须还是要留在这个侧门停车场入口这个地方做一个安全警戒的任务。那民众呢目前正在这边呢，跟从现在的这个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民众呢也有代表出来哈，跟警方做一个沟通。而且稍早有许多的民众呢都向在场的媒体记者表示呢，他们不是暴民，而且他们也认同目前现在选举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他们也都能够欣然接受。他们今天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来这边抗议的一个举动呢，主要就是希望在国民党里面呢，李登辉主席能够下台，对国民党的落选来负责，同时对党造成党内分裂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呢，李登辉应该负最大的责任。这是他们希望李登辉今天在召开临时中常会的时候呢，能够出面跟他们说明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诉求。不过呢，我们也知道，在下午3点原本要召开的国民党临时的中常会呢，也因为许多中常委根本没有办法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而改采了其他的方式，决议在今年的9月呢要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到时候呢，李登辉主席将率领所有的党务的官员、党务的要员呢，来做一个总辞的一个行动。那这样子的一个
是没有办法让现场的民众的情绪稍微平复的一个结果。他们认为希望说李登辉现在就能够出面来跟他们解释，而且他们认为说自己来的这些都是自动自发来这边的民众呢，所有的人呢都是这个国民党的基层党员，党员的心声呢应该要让李登辉主席知道，而且李登辉主席应该要为这个党来负责。这是他们从昨天晚上一直到今天晚上这将近24个小时里面呢最大的一个诉求。那双方引发的争议呢，中间造成了一些误会呢，也导致这个镇暴警察呢跟民众的一些冲突。那在稍早差不多傍晚的时候呢，李登辉主席必须要离开这个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里面，那外面的群众是非常的多，包围了这个中央党部，所以李登辉主席根本没有办法出来。所以当时看到的这个画面呢，就是说警方呢用这个镇暴部队的这个强力水柱车呢，作为一个强力水柱的一个驱散的一个行动呢，主要就是让李登辉总统的坐车呢能够从这个中央党部这边出来。那在之前呢，这个双方的一个激烈的那个冲突呢算是一个最大。那在稍早的时候也差不多是15分钟之前就爆发了一个激烈的冲突，那这次可能是一个更大的误会，也就是镇暴部队在这边部分的任务结束，他们的水箱车必须要离开仁爱路的这个现场。那在他们要往这个中山南路这个方向，总统府凯拉格兰大道这个方向走的时候呢，前面有非常非常多示威抗议的群众挡在前面，所以他们的理由是，警方的理由是不得不用水柱先朝天空射，然后暂时驱散前方的这些民众，他们的镇暴部队呢才可以暂时的撤出。那引发了民众有一些误解，认为说其实是警方又在用水柱来强制驱离他们，而且他们说他们手上只是拿着瓦斯的汽笛，拿着国旗在这边挥舞，他们完全没有攻击的能力，警方为什么要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对待他们。不过站在警方这边的立场，也确实遭到许多无情的攻击，包括棍棒啊，甚至是鸡蛋弹洗，像这样子也造成警察的部分呢有受到一些轻微的伤害。那双方所造成的这些伤害呢，对彼此来讲呢，就是他们事前所不愿意见到，而且不愿意这些事情发生的。不过从昨天晚上到今天呢，几次短暂的冲突之间呢，确实是我们看到有许多人的确实是身上都流满了鲜血。那这样子的行动也有部分的民众呢遭到警方就拉入了他们的阵营里面，也就是所谓的逮捕这些暴民。那这样子的暴民的一个行为呢，许多民众会感到说非常的不满意，他们并不是暴民，他们认为说他们只是自动自发来这边表达他们一个心中一个不满，而且他们是一个手无寸铁的民众，根本不会对大家造成任何的伤害。那我们现在从现在画面上呢看到了这个地方呢，那现在我们在现场哈，现在是个最新的画面啊，我们是可以看到就是说警方这个镇暴部队呢，保安大队呢，他们都已经往后面退了差不多有10公尺的一个距离。那民众呢也在这中间呢稍微是处在一个净空的一个状态哈。那目前留在仁爱路中央党部这一侧的民众呢大概只剩下几百名左右，不像之前聚集的有近千名甚至是2-3千名的人数之多。那目前警方的镇暴部队在稍早就是一个强制驱离他们要撤退的一个行动之后呢，也留下了将近只剩下千名的警方。那目前呢警方现在的一个沟通呢，就是跟民众的一些代表呢，甚至是有议员啊在这边跟民众做一些理论上面的一个沟通，他们表达他们的心声。那警方当然是用一个很温和的态度啊来听取他们的诉求。你如果不是指挥官，离开现场。是指挥官，你负起责任。我们不能抓住。笑什么我？那目前代表民众这边来跟警方沟通呢，是台北市议员李庆元。那我们可以看到李庆元议员的身上呢，脸上呢也受了部分的伤。那目前他现在在接一个电话来对跟其他的民众做一个沟通。那警方呢也应大家民众的要求呢，往后退了10公尺。那虽然在目前现场的民众呢，可以说是少了很多。当然，这个少掉的原因呢，跟刚才镇暴部队的水箱车要离开啊，做了一个驱散的动作呢是有关。不过呢，许多民众呢也采取了一个比较这个温和退让的态度哈，也就是许多民众也已经往后面退开了。那警方呢，当然也做出了善意的回应。那毕竟跟就是在场的民众跟警方，他们都表示彼此都是同胞，之间不会做出彼此伤害的一个情形。那目前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民众还在安全岛上面高喊着李登辉主席要下台，要李登辉出来做一个负责任的一个说明。他们也表示呢，在今天的这个行动之后呢，如果哪一天李登辉出面
面呢，他们才会暂停他们的集会游行活动。如果李登辉确实的不愿意出来跟他们做面对面的沟通呢，这样子的一个示威抗议呢会持续进行下去。那我们现在可以从画面上，也可以从声音上面听到这个汽笛啊，这个口号的声音啊，也就是越来越大声，不过的人数确实少了很多。那以上呢就是目前国民党中央党部在仁爱路路段的这个现场的最新状况，我们先交回棚内。好的，我们谢谢记者陈光中所做的连线报道，我们先休息一会，待会回来。喂，你好，欢迎您一起来关心这节民视八点新闻，我是张瑞玲。新闻开始，我们先来关心的是国民党的发言人黄辉珍已经在刚刚的记者会当中表示，国民党在这次的总统大选落败是显示了国民党已经失去民众的支持，如果国民党内再不负起改造的责任，国民党一定会被泡沫化。国民党的得票率啊没有超过四分之一啊，没有超过25%，可以可见啊我们本党的挫折是非常的重大的。虽然这一次整个选举的顺利和平的完成了，代表我们中华民国民主政治的进步与成熟啊，他感到欣慰。可是面对国民党重大挫败的这个事实啊，那么应该虚心检讨，切实的检讨。那么每一次的切实的检讨，经常由于例行公事啊，没有达到具体的效果，所以我们要啊免除过去的那一种虚应故事的检讨，而要真正彻底认真的切实的有效的检讨工作，这个就是啊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那么他希望呢，我们党内应该痛定思痛，痛定思痛，那么这个好好的改造，好好的改革，让我们的党重新再战。而独立总统参选人宋楚瑜在选战落败后，在今天下午已经宣布将要组织新政党，希望能够重新凝聚国民党的力量，做一个监督新政府的在野党。对于社会广大的民众所提出来的呼吁应该有所回应，那就是应该如何把台湾真正在这次大选当中超过60%以上这些乡亲的主要的力量能够把它凝聚起来，成为台湾真正安定的力量。因此楚瑜特别向大家来报告，我绝不愿意让外界说宋楚瑜要阻挡。事实上我相信大家所真正期盼的是政党的结合，最重要的是凝聚志同道合的力量，来一方面推动他的政治理念，一方面如果是在野的话应该是来监督现在的政府。因此在经过跟刘院长跟今天下午相当长的时间大家讨论之后，大家所做的决定，楚瑜一定跟大家一样接受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台北市长马英九在今天宣布请辞国民党中常委，并且表示国民党主席李登辉和所有的中常委都该为这次的败选负责。他主张所有的中常委现在就总辞，同时提前在今年的8月召开全代会，修改党章，进行党主席的直接民选。马英九一早就向国民党秘书长黄光辉提出口头请辞党中常委，原本打算在下午的临时中常会要提出书面辞呈和改革建言，没想到中常会因为民众抗议一直开不成。可是马英九说，党的改革不能再等了。51年前，国民党失去了大陆，而51年后呢，现在又失去了台湾的执政的权利。这时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刻的检讨，痛切的反省？我们今天要想使国民党浴火重生呢，势必啊先要画下这一颗火柴，让这个改革之火燃起来。马英九说他要化燃第一根改革国民党的火柴，而这把火烧得恐怕还不小，因为他不但主张全体的中常委都要总辞，就连党主席都要改由党员直接民选。我认为我们中央常会包括主席在内都应该为这次选举负责，
包括我在内，包括所有中常委在内。由于时间紧迫，马英九说，他认为原定明年八月召开的党员代表大会应该提前到今年八月举行，立刻修改党章，进行党主席的直接民选，同时废除指定中常委制度，并且确实的清查党员人数，号召失联党员归队，彻底的展现国民党改革的决心。民事新闻，肖勋、郭声军特别报道。国民党总统候选人连战败选后的第一天并没有公开的行程，家人说他的心情很平静，除了和前来探访慰问的党政工商人士见面，今天晚上还替夫人联防疫情神。来日方长，我们后会有期。连战带着国民党下台的标记败选，沉重的心情写在脸上，经过了一个晚上的沉淀，家人和朋友都说他很平静。我母亲很早就休息，所以我不知道啊。那我父亲的话，有些朋友来跟他聊聊天这样子。很好，跟普通一样，气氛很好。连战这个人很有大格局，大心胸。一整天，连战位于敦化南路的家中，陆续有访客。党政要员关中、徐立德、吴伯雄、王金平，工商大佬林宽中、营造工会理事长潘俊荣相继登门慰问打气，当然也和连战讨论国民党的未来。我想这个把流失的这个精英找回来，然后党的任何决策，民主的机制一定要建立。我们来这个哈，至上千里。同时也来安慰他一下。从辅选大将的语气和神情，连战心中的感受不难想象。他的儿子连胜文说，全家人都坦然接受事实，现在只想好好休息。而在败选后的第一天，正好是连战夫人连芳宇55岁的生日，除了有人送来花篮祝贺，连胜文说他们一家人还是会开开心心的庆生切蛋糕。民视新闻江明珠、林慧美、廖松云台北报道。我们知道，在选前，陈水扁一直表示，当选后要邀请中研院院长李远哲出任阁揆。李远哲在昨天晚上出国前也表示愿意的好好考虑。不过，李远哲一旦点头阻隔，他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如何在理想和现实当中妥协。李远哲在选前请辞中研院院长，全力停扁，被外界认为是陈水扁胜选的主要关键。陈水扁从选前就一直公开表示，当选之后要请李远哲阻隔。不过李远哲的标准答案都是他不会从政，但是昨晚陈水扁胜选成为事实，李远哲在前往美国演讲前口风终于出现了松动。出国的这几天呢，要好好的想想，要好好的想一想，因为从来没有想到这方面的事。外界对陈水扁执政的疑虑，除了他过去对台湾独立的主张会引发两岸关系动荡之外，他这次得票不到40%，民进党又没有掌握国会优势，都使他不得不借助与中国高层有过互动，同时又在唱的李远才能稳未来阻隔的方向，将来台北市长专才不积极任用的模式运作的过程中，难免会发生的利益分享性格的李远哲能不能够认同，将是他当面对的自我挑战。民视新闻综合报道。新总统出炉，民扬港对于陈水扁上任后有诚意改善两岸关系深具信心。他认为两岸问题已经不能再拖了，当务之急就是尽快组成代表团和中国和平谈判。他并且建议开放三通，展现两岸和平共处的决心。空运的、海运的啊，直接三通。借机用人的政策啊，他要大大的放宽或者根本呢就取消。其次，中共方面呢，他希望我们两岸呢赶紧坐下来共同协商。四年前主打两岸和平政见参选总统的林扬港，对于目前的两岸局势，他认为借机用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阿扁当总统对于两岸关系的改善或许是新的契机，但由于陈水扁代表民进党的台独背景让人相当的担心，因此林扬港建议两岸的谈判代表团必须由不同党派的专家学者共同组成。而事实上，陈水扁当选后最令人关心的就是两岸的情势。根据我们的了解，澎湖休假的官兵已经接到了命令返回澎湖来待命，而在金门方面，目前一如平常并没有加强战备。参谋总长汤耀明上午也前往金门，再次重申国军一切将以宪法为根基，服从国家元首的领导。
参谋总长汤耀明上午立刻前往金门防区巡视防务，转达李登辉总统对防区官兵的慰勉，同时也再次重申国军是国家的军队，一切作为都以宪法为根基，以民意为依归，服从国家元首的领导，并且勉励官兵保持敌情的警觉，强化战备训练。这次金门在总统选战高达80%的选票是投给宋楚瑜，虽然最后是民进党获胜，但是台海紧张的情势并没有升高，街上还可以看见出外采买的阿兵哥，民众对陈水扁的当选大多表示欢迎。谁上总统都一样。既然这个陈民进党的当选的话，我希望呢这个往后这个好好执政。对于未来发展，金门人认为新政府应该进行小三通，把两岸的问题从金门啊跟厦门来做一个小三通。而澎湖方面，驻防部队已经发布紧急命令，召回在台湾休假的官兵，先前留守营区的1/6兵力则是加强操练。不过军方表示，目前并没有提升战备，而是提高警觉，加强侦搜和监控对岸的作业。至于海军的成功级军舰都停靠在码头边，并没有任何动静。民视新闻综合报道。昨天晚上彻夜包围总统官邸和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群众，原本在今天早上已经逐渐的散去，但是到了下午2点又跑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前集合，有群众是失去了控制，出手打了要去开会的中常委，也有人不断喊着要党主席李登辉下台，场面现在可以说是相当的混乱。而现场的状况究竟如何呢？我们现在立刻透过连线请记者陈光中来告诉我们。光中。是的，主播，各位观众，目前记者陈光中中南民 SNC 小组呢又把镜头呢转到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大门口，那之前稍早在仁爱路那个方向的示威抗议的群众全部聚集到中央党部大门口这边来，我们可以看到从中央党部大门口到景福门中间呢，全部通通都是示威抗议的群众。那他们现在呢有用宣传车呢在呼喊，也有呢群众呢在大门口的中央呢张开了一面巨幅的国旗在这个挥舞着。那我们从之前稍早他们从仁爱路撤退到这个大门口这边的一个画面中哈，我们可以看到稍早这个画面里头那个立委谢启大呢也跟着他们一起过来，那立委谢启大呢是要求所有在场的民众哈必须要用一个比较温和的一个态度来做这个陈情抗议的一个行动。那从昨天晚上进行到现在呢，已经将近快24小时的一个示威抗议群众中间呢也爆发了不少的激烈冲突，那在每一阵的冲突之中呢也有部分的民众跟警察受了伤。那我们从刚得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哈，就是有5名保一总队的镇暴警察啊受到了伤，然后送到了这个台大医院的急诊室做一个急救的工作。那如果稍后呢有最新的他们一个急救的伤势一个状况呢，我们将随时插播做报道。那目前现场这个最新的状况呢，民众我们可以看到是聚集的越来越多，原本以为在仁爱路那边撤退的群众啊会渐渐的散去，不过事实却并不是如此，他们又全部聚集到大门口这边。那在这个立法委员呢跟台北市议员的一个居中协调之下呢，台北市的副市长呢也出面了来跟群众做了一个回应，表示说如果大家能够用一个比较理性的态度呢来做一个柔性的抗争呢，待会呢马英九马市长呢也会到了现场跟大家做一个说明，跟听听看大家的一个诉求。那从昨天开始的这个示威抗议的群众呢，主要的还是由国民党的基层党员所组成，那里面当然也包含了支持各党派候选人的一些群众，那大部分呢是支持宋楚瑜宋张佩的这个群众在这边示威抗议。他们主要的一个诉求重点呢，我们从现在现场这个画面看到的许多的布条标语啊，上面我们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是希望国民党的主席李登辉啊能够出面来对他们做一个说明，能够对这一次国民党的一个败选啊跟宋楚瑜的败选来做一个负责。他们认为呢他们都可以接受这一次大选的一个结果，他们主要来这边抗争的一个目的呢也不是要希望能够把这一次的选举结果能够有所改变，他们主要呢是希望国民党呢能够对这一个历史的一个转变来负责，因为他们认为他们都是一个基层的忠贞的一个国民党的党员，面对这样子的一个选举的结果的情况呢他们是不能接受。所以标语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有要求李登辉下台，要求主席下台，甚至在景福门上面呢我们还可以看到有这个民众呢用喷漆在景福门上面呢喷上了卖国贼这样的3个字啊。那景福门在现在下面有微弱的灯光，这个卖国贼这3个字呢可以说是显得特别的醒目，这个3个字呢也可以说是从昨天到
今天呢、啊、现场的群众他们一个共同的一个心声。那不过呢，在这中间还是有部分的一个不幸的消息传出，也就是在民众跟警方的一些冲突之中呢，有爆发了一些流血的画面。那在今天下午傍晚的时候呢，就是下午原本要召开国民党的临时中常会啊，因为外面的群众的抗议啊，然后所有的中常委大部分都没有办法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先前到达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李登辉李主席啊，更是没有办法离开这个国民党中央党部这座大楼。那所以在傍晚的时候呢，爆发了第一波政报警察用强力水柱驱散民众的这一个冲突呢，主要当时也就是能够让李主席啊能够离开这边而所采取的一个行动。那当时呢，有非常多的民众因此挂了彩，那也更激起了他们不满的一个心声。那甚至在差不多7:20左右的时候呢，在仁爱路的那一个路段上面，也就是中央党部侧门靠近仁爱路的部分啊，也用警方也用那个强力的水柱做了一阵驱离。那当时的理由呢，警方政报警察是要离开仁爱路的这个部分做一个撤离的一个行动。那不过呢，引起了在场的抗议的群众的一个误会，他们认为警方呢又要用强力的水柱来驱散现在抗议的这些群众，然后双方有部分的肢体冲突。那在稍早一些画面里面，我们很清楚的看到有部分的民众啊，可以说是血流满面，情况呢是相当的惨啊。那当然，我们在先前提到有5名保一总队的警察呢，也因此挂了彩，被送到了台大医院的急诊室做急救的工作。那在警方的这个喷水柱的水箱车呢，在离开了这个仁爱路之后呢，所有部分的群众呢，也在立委以及议员的要求下面，暂时撤离了仁爱路。不过他们继续前往这个中央党部跟警服门中间这个圆环这个路段做一个聚集。所以现在在画面上看到这样大家群众一个鼓噪啊、鸣汽笛啊、鸣举的标语挥舞的这样一个情况啊，就是现在目前最新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啊、这些反党的这些处理的这些群众啊所做的一个抗议这个行为。那我们从昨天一直到今天呢，透过媒体跟大家报道呢，有许多民众呢在现场还是不是很了解，他们认为呢在媒体一个长期垄断的情况下，他们的声音没有让大家所以可以看得见。那目前现在所有的媒体在民众的一个沟通之下呢，民众也大部分能够谅解媒体的一个立场，也知道这两天的媒体确实是站在一个公平报道的一个上面。所以在今天下午也曾经发生，甚至昨天下晚上呢也曾发生许多媒体的 SNG 车以及采访车呢遭到民众砸毁的事件。那这样子对大部分的这些抗议群众来讲，他们认为这只是其中部分少数民众啊他们一个激情的一个反应，并不能代表所有民众的一个心声。那他们主要的诉求呢，就是希望李登辉总统、李登辉主席可以出来跟他们面对面，向他们做一个交代。那他们在之前听到许多民众啊，他们也私下表示，如果李登辉一天不出来跟他们做面对面的沟通呢，他们就会一直这样子抗争下去。他们主要不是说为了昨天的选举后的结果啊来做一个需要有一个改变的一个诉求，他们主要是希望李登辉主席能够对国民党的失败来做负责。而且他们也打的旗帜呢，是他们是忠贞的国民党的基层党员，对于党的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呢，他们是由心里面所不能够接受的。那目前我们现在随着镜头哈，我们就要深入这个群众的当中。在我们走到一半的时候，群众又开始鼓噪，那主要也是因为在这当中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也有一些宣传车啊在教导大家说你们现在要做什么样的，要喊什么样的话，那是不是要鸣喇叭、鸣汽笛，都是由宣传车这边来做一个发起。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有人带头的一个情况之下呢，许多群众呢所以就是听这样子一个指挥来做事情。那目前呢并没有任何的冲突，而且所有的保安警察的人力呢也是全部挡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前面。那双方中间因为有中间的一个这个铁门的一个隔离哈，所以双方不会有任何的肢体正面的一个冲突。那目前现在有许多民众呢也在宣传车上面呢用着扩音器向民众喊话，他们也看到说有许多国外的媒体都到达这样的一个事情这边来做一个报道，他们也相信这样子的民众的一个声音呢也会透过国际媒体传到世界上每一个华人的一个心中去。那所以在现在牧场现在这样的角落，我们在画面是看到人群聚集的是越来越多。那当然许多民众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用一个非常和平的方式来处理。那以上呢就是目前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群众抗争事件一个最新的画面，我们先交回彭内。好的，非常谢谢记者陈光中来自现场一个报道。我们可以知道是目前聚集在现场的民众是越来越多，场面也是一度的失控。李登辉警察受伤。
而是透过联系是这人确定当选总统，你是相当的平静，除了重申反对台独的另一边，则是要听其言观其军方，则是保持了警戒，并没有出现战备提升的现象。民进党总统候选人陈水扁当选总统之后，北京方面的反应相当平静。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18号晚间经过5个小时会议讨论后发表声明，重申一个中国、反对台独的立场。而对于台湾新领导人，他们将听其言观其行。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及其结果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事实，和平统一是以一个中国原则为前提的，任何形式的台独都是绝对不允许的。对于台湾新领导人，我们将听其言观其行，对他将把两岸关系引向何方拭目以待。我们愿意同一切赞同一个中国原则的台湾各党派团体和人士交换有关两岸关系与和平统一的意见。我们呼吁，而北京市有许多民众对于陈水扁当选总统后的两岸情势则感到忧心。Chin's victory will cause a lot of trouble for cross-straits relations. There will be a fight, but whether it's through military methods or not will depend on Chin's policy when he comes into power. The future is very dark. When I heard the news, I felt very sad because Chen Shui-bian is the leader of the DPP, which encourages independence.在选前，北京政府不断以文攻武吓，企图影响台湾总统大选。不过陈水扁胜选后，北京的声明却反而看不见言辞的动吓。另外，根据北京方面消息，为了因应台湾选后的情势，中国东南沿海解放军这几天来都保持在警戒状态。而在陈水扁确定当选总统后，北京的解放军各总部并未将战备升级，也没有接获演习的指令。不过东南沿海倒是出现了航空管制等异常现象。民事新闻林胜清编译。针对台湾这次大选的结果，美国总统克林顿和日本英法等国都不约而同地表示，希望台海能够尽快地恢复对话，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两岸的问题。各国同时也表示，将继续和台湾保持非官方的务实关系。台湾大选圆满落幕，美国总统克林顿19号发表书面声明，首先恭喜陈水扁在大选中获胜，表示这次选举清楚展现台湾民主的力量与活力。克林顿还表示，所有候选人在选举期间都明确表达希望与中国恢复建设性的对话，他相信这次选举为两岸提供了透过对话和平化解歧见的新契机。克林顿重申，美国强烈支持这样的对话，并决心致力促进区域的和平、稳定和繁荣。他还说，将依据台湾关系法和美中三个公报的一个中国政策，继续透过美国在台协会和台湾人民保持非官方的关系。美国国务院高层官员则表示，这是台湾人民的决定，将鼓励中国降低和台湾的紧张关系。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白乐琪一方面除了恭喜台湾不畏惧中国的威胁，以民主方式选出总统，一方面也希望陈水扁表现与中国对话的诚意。He has now become the president of all the people on Taiwan, not just of the Minjingdang, and I would also, of course, conciliatory statements about their willingness to talk with and deal with the PRC is very important also for Taiwan.日本外相河野洋平也发表声明，表示日本在继续发展日中关系同时，将会延续和台湾非官方的务实关系。有关两岸问题，河野则希望台湾的新领导人能够尽早恢复两岸对话。另外，法国和英国也发布声明，呼吁两岸进行建设性的对话，不要彼此挑衅。法国外交部并强调，将坚守一个中国的立场，而英国政府和媒体则对台湾民主选举表示赞扬。此外，俄罗斯官员也表示，俄国对台政策，包括不支持台湾独立等四部政策，将不会有所改变。民事新闻综合报道。好的，这是世界各国对这次台湾选举的一个反应。而事实上呢，针对台湾的大选结果，日本国会超党派组织在今天也表示，将召开紧急的干部会议，商议如何增进日本和台湾新政权的友好关系。日本超党派国会组织日华议员恳谈会目前有300名成员，一向和国民党关系密切，和民进党间较少往来。为了因应和台湾新政权的关系，日华议员恳谈会近期内将全面讨论对台关系，以及5月20号出席台湾总统就职大典的代表。整体来说，对于今后日台的关系发展，日本专家普遍抱持乐观的看法。日新党に変わったからといってね、急激に日本との関係が変化すると思ってます。政
権交代は新しい人間関係、新しい日台関係を作る絶好の機会でありますから、その2つの独裁のうちどちらを取るかという選択だったと思いますね。ですからそれは当時の状況です。しかし今は台湾は民主国家になったんですから、共産主義の国と民主主義の台湾、それを計りにかけて比べたときに、やはり私はおのずと結論というのは導き出されてくるものだろうと思います。另外虽然日本政府对这次大选是低调回应，不过日本各大媒体都大幅报道选举过程，同时也肯定台湾是个成熟的民主国家。民事新闻余华编译。接下来关心其他的消息，台湾最后一波电信市场开放的固网，交通部即将在今天晚上决选出得标的团队，这次总共有四个团队参加竞标，未来固网将不再是中华电信独大的局面，最快在年底家中的电话随时可以换系统，上网的费用也会调降。这一波电信开放主要是针对包括国内国际长途电话及网际网络的固网范畴，根据各团队估计，国内至少还有4000多亿的固网市场，因此包括台湾固网、新世纪资通、东森宽频及全民电信这些资本雄厚的团队都纷纷投入竞标。第一家面谈的东森宽频主力是力拔集团，靠着台铁的环岛光纤及自己经营的有线电视宽频，实力不容忽视。我们的胜算，我们觉得像今天天气很好，马上太阳就会出来了。由远东集团主导的新世纪资通，还包括统一中华开发及和信集团等成员，凭着核心宽频还有台电的全岛输电网路，面谈后的董事长徐旭东除了自信满满，也表示在得标后将从网际网路下手。我们上网路拥挤得很，所以这个开台的这个基本目标是如此。而下午接着面谈的全民电信由人保、金保、联电等电子集团组成，台湾固网则是包括泰电、富邦、大陆工程、宏基及长荣，因为有台湾大哥大成功的电信经验，也是得标几率极大的团队。究竟台湾的固网市场是由一家出现，还是四家分食这块大饼，晚上就会揭晓。民视新闻张雄惠、林敏洲台北报道。一起关心社会消息，高雄市过港隧道口今天下午发生一起严重的车祸，有一辆的拖板车不知道为什么在转弯的时候竟然失控撞上一辆游览车，再撞上一部厢型车，结果造成了一死五伤的惨剧。这部福斯的厢型车被撞上了安全岛，整部车的后座是残破扭曲，椅背上是血迹斑斑，鞋子散落一地，而肇事了这辆大型拖板车车头完全变形。根据现场的目击者指出，拖板车是横冲直撞，先撞上了这部游览车，接着就飞向过河。大客车也是那个没弯道，也都冲破，大福斯喜欢来带过来一段龙过。倒霉的厢型车驾驶是惊吓过度，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就惹祸上身。以后啊，别来个弄来啊，我嘣一声啊，是不是啊？飞人都飞拢忘记啊，都不知发生什么代志啊。大家飞完咧检测起来，先飞了拢倒地然后啊。而厢型车上还有谢国德一家五口，分别因为轻重伤被送往高雄市的医院急救。谢国德的太太张英凤伤重不治死亡，三个孩子又昏迷不醒，心急如焚的谢国德没想到一家人快乐出游却遭此横祸。于案发地点看不出刹车痕迹，警方不排除是拖车驾驶郭建志酒后驾车，正进一步调查。民视新闻李中仁、陈东青高雄报道。在国际消息方面，位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西南方的小镇卡努谷，今天惊传了宗教集体自杀案，有数百名隶属于十界复兴教的信徒将自己反锁在教堂内，然后引火自焚。目前估计至少有650多个人丧生，这包括了大人和小孩都有。不过由于现场只见一团团焦黑模糊的尸块，预料人数可能还会再增加。目前还不确定教派的领袖齐伯威特是不是也在其中，警方和法医已经前往现场调查。当地民众就表示，事实上从上个礼拜开始就陆续发现信徒有脱产的举动，显然早就有赴死的准备。过去几年，这个末世教派也曾经多次遭到了乌干达政府以危害社区安全为理由进行镇压。人类的稳定会是，同时呼吁社会大众要理性的看待选举结果，不必过度的恐慌。国民党政权一夕变天，来自中国的威吓以及社会的动荡，让民众的买汇风潮一触即发。面对金融市场可能发生的短期冲击，中央银行总裁彭淮南公开表示，已经和国内主要大型行库以及外汇银行开会，保证会捍卫汇市稳定。他同时呼吁民众一定要冷静理性，他们有足够的现钞还有理性支票。那么花旗银行呢，它要无限量的提供 travel check 来足够大家社会大众的需求，
那么现钞呢很简单啦、啊、只要早上订的话下午就来，所以社会大众呢千万呢不要心慌，那么银行呢会满足社会大众的需要。央行还表示，台湾总体经济良好，预估经济成长率将回升到6.54%，不认为外资有撤走的理由。根据统计，今年以来外资大举汇入的金额已经高达了280多亿美元。民事新闻现场是尤文章台北报道。要告诉你的是，在大选过后，油价可能又要调涨了。中油公司礼拜二可能就会宣布涨价，同时像是桶装瓦斯还有纸类等等的民生用品，也可能都会跟进涨价。上月才调整的油价又要调涨了，因为国际原油不断的上涨，原本在总统选前就要反映，因此预期在周二中油公司就可能宣布，虽然调涨的幅度在3%以下，一公升的无铅汽油约上涨5毛钱，不过每个月涨一次，看在职业驾驶的司机们眼中却是大呼吃不消。这调的肯定不合理，对，我觉得增加很多，对对对，增加很多，一定增加很多，负担蛮重的。而二月份才涨1成的桶装瓦斯也可能跟着再涨价，对于这种20公斤装每个月需耗掉15桶以上的小吃摊来说，一个月的成本又要增加1000元以上。油价在降的时候，它也不会跟着降啊，就这样子啊，所以说蛮觉得不太合理的啦。另外，一些民生相关用品、卫生纸、免洗餐具等，也可能跟着再次调涨。民视新闻黄慧兰、郭雪晨台北报道。再来关心选后的相关消息。为了因应备选，国民党今天召开临时中常会，党主席李登辉宣布九月召开全国党代表大会，并且率领全体的党务主管请辞，同时连战也已经以书面请辞了副主席。大家好，辛苦了。下午2点半，李登辉抵达常会，记者还没来得及发问，他就匆匆上楼开会。随后场外人群越来越多，徐立德、王金平等中常委几乎是杀出重围进来开会，但个个面无表情。国民党内的气压低到了极点，慢点到的像连战、萧万长等人根本被挡在外头，连战坐车更是因此绕道折返。就这样，国民党在许多常委被迫缺席下开会。下午5点半，李登辉才是九月总辞。我们预定在今年九月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产生本党新的领导阶层，所以到九月临全会开完，那么产生本党新的领导阶层之后呢，那么李主席本人就要辞职。当时呢，秘书长、副秘书长和相关的党务主管呢，也会一起来总辞。但是还没等到九月，副主席连战已经先用传真请辞。这一次选举失利，全党同志都非常的尽力，连战个人努力不够，要负起最大的责任。啊，你解去副主席一职。不过李登辉立刻予以慰留，一场临终常会，常委们建议改革的声音不断，常会则是在前所未有的低气压下结束。民视新闻李雅珍、钟清干台北报道。根据我们最新的了解，目前聚集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前的群众又有最新的状况了。我们现在立刻透过连线，请在现场记者陈光中来告诉我们。光中，对这一次选举的结果，目前我们现在看到在上面宣传车上面讲话的，就是台北市副市长欧进德。我们现在听一看他怎么说。这一件事情，当然各位对于国民党有什么样的一个要求？要求李登辉主席或者是其他人下台。站在台北市政府的立场，只希望大家很平和、很理性的、很强烈的去表达这样的一个要求。马市长刚刚今天也特别宣布他辞去中常委，他也要求所有的中常委跟他一起辞职，强烈的要求国民党要有改革的决心，要有人认错。
望我们在座的在场的每一位国民都表现我们是爱国、有理性、有秩序、一个和平的群众。我希望我们大家用一个和平、理性的态度来表达我们的权利，表达我们的要求。希望大家也注意到自己的安全。目前在台北市副市长欧进德啊上台跟大家做了一个说明啊。欧副市长他刚刚是说，在马英九马市长呢已经决定要辞去国民党中常委的一个职务，而且希望督促今后的国民党啊一定要有人出来啊负责，对于这一次选举的失败做一个负责。那目前现在我们在画面上也看到一些群众有部分的一个情绪失控的一个表现。那目前呢，有的人呢是要上来啊，要对欧副市长啊做一些抗议的一些举动。那现在目前欧副市长呢是希望大家能够用一个平常心来看待，那希望现在大家的情绪能够暂时的一些平复。那待会的民众也希望就在马英九马市长召开完记者会之后呢，也能够到国民党中央党部这边来跟群众见面。大家有一点听得见，好，我不敢也把马英九下台，把马英九下台，我要走。马市长，马市长现在正在开记者会，也再一次的把大家的意见也让全国的同胞都了解。那么我也很希望能够大家能够很平和的，我们是一个很有理性的一个群众，我们对国家有一个热爱，但是我们用很平和的态度，用很坚定的态度来表达我们的要求，好不好？在欧进德欧副市长呢这一段说明呢，希望大家都是用一个很理性的一个国民态度来面对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当然台下也有不同的声音，那目前听到这样这个鼓噪的声音呢，里面掺杂着多许多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的欧进德欧副市长呢是骗人，那也有人赞同欧副市长的一个说话，比较严重，现在有轻微的脑震荡，现在住院，他的家属找不到，虽晓得他家属的话，通知他一下。贾先生，贾玉贾先生，他发生严重的脑震荡。而且我希望啊，就是因为大家群众这么多，很容易有人在这里，我希望大家注意，很容易有人在这儿受到一点意外，那我不希望这种状况发生啊。我们希望大家都很平安，我们很和谐的来表达。那么市府呢特别给大家准备一点茶水在附近啊，那么也希望大家欧副市长说，希望大家能够平静一点。他市政府方面呢也准备了部分的茶水在附近，希望大家能够去取用。不过这话一说完之后，立刻引来群众的一些鼓噪的声音。那在刚才稍早呢，也有群众说，有一名民众，一名老先生哈，有轻微脑震荡的一个情形，希望他的家人能够到医院去看他。那在更早的时间呢，我们也知道保一总队呢有五名保安警察员警啊受到轻伤，送到台大的急诊室做一个急救的一个工作。那目前呢，欧进德欧副市长呢还是在宣传车上面表明台北市政府的一个态度，改革就要改革，好不好？谢谢大家。现在台北
北市副市长欧进德的一个简短的一个说明呢，可以说是暂时告一个段落。不过呢，目前还是有许多群众呢，对于马英九市长没有到现场呢，感到一个鼓噪，也对于欧副市长刚才所说的部分意见呢，他们是不表赞同。那有不表赞同的民众呢，说台北市政府这个说辞呢，目前还是骗人的，他们并不相信的马英九能够代表，就是说大家的心声来要求国民党做负责。不过呢，在马英九召开记者会同时，他宣布要辞去国民党中常委的职务呢，他也表示稍后呢应该会到这个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现场来跟民众说话。那现在所有的民众呢，也是一定要求马英九市长到现场来跟大家说，不然的话呢，他们如果马英九没有到现场，他们就要转移阵地到李登辉总统的官邸去做一个抗议，说要把李登辉主席逼出来。那这样子的一个举动呢，在欧进德副市长说完话之后，他现在已经下到宣传车的下面来了，他已经要离开这个群众的中心。那目前四周围的抗议群众呢，口口声声是高喊的说要李主席能够下台，要马英九市长能够出面。那现在这个状况呢，是欧副市长必须要突破重围离开这中那个群众的中间。那像我们顺着这个镜头进去呢，我们可以看到欧副市长现在人群当中，然后呢宣传车上面也有群众用的扩音器呢，要求群众能够让开，保护欧副市长的安全。那他们是希望待会在马英九召开完记者会之后能够到现场来做一个说明。以上呢就是目前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门口的一个现场最新状况，我们先交回棚内。好的，非常谢谢记者陈光中来自现场报道。您刚刚透过镜头可以看到的是，就是台北市的副市长欧进德来到现场一个情形。同时在待会马英九召开完新闻，欢迎收看三分钟焦点新闻。国民党今天上午原本要召开临时中常会，不过由于中央党部外的抗议群众人数太多，许多中常委根本就没有办法进入中央党部开会，甚至有中常委的坐车被群众砸烂。抗议的群众从昨天晚上聚集到现在都还没有离开，他们一致的要求是李登辉下台。为了因应败选，国民党党主席李登辉宣布在九月召开的全国党大表大会当中会和全体党务主管一起请辞，同时连战也已经以书面请辞副主席。九月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产生本党新的领导阶层，所以到九月临全会开完，那么产生本党新的领导阶层之后呢，那么李主席本人就要辞职。当时呢，秘书长、副秘书长和相关的党务主管们也会一起来总辞。国民党总统候选人连战败选后第一天并没有公开行程，他的家人说连战的心情很平静，除了和前来探访慰问的党政工商人士见面之外，今天晚上连战还会替夫人连芳瑜庆生。而另外高票落选的宋楚瑜为了回应强大民意要求，他宣布要筹组新的政党。宋楚瑜也呼吁支持者要理性接受选举结果。当被问到李登辉在九月辞职后他可不可能重回国民党，宋楚瑜的反应是国民党惨败到这种程度还到九月才辞职，这种政党怎么可能回去。这样子一次的惨败对于国民党来讲是一次真正，如果对于国民党过去大家有深厚感情的话，还可以拖到九月的话，真是您还要再回去的话，觉得实在是那您就是干脆啊，那就是叫做对于政治叫做冥顽不灵了。谢谢你。打了一场成功的选战，总统当选人陈水扁今天一早就到民进党前主席黄信介的墓园向他报告这个好消息。陈水扁也走访了中选会、警政署、国安局特勤中心以及龙山市。对于李总统在他当选后立刻宣布政权交接的事宜，陈水扁表示感谢，而陈水扁也将会和国民党保持良性互动。
财政部在傍晚表示，明天股市开盘前，国安基金将会开临时委员会，决定国安基金是否进场护盘。同时，如果股市震荡太过剧烈，也不排除比照921地震的时候，缩小股市跌幅限制，从现行的7%变成3.5%。以上就是这一节的焦点新闻，稍后请您继续收看台湾论坛。请收看台湾论坛。找了半天，这个最新鲜，全新麦当劳烤汁猪排堡，鲜嫩猪排沾上特制的烤汁，汁汁有味，麦当劳烤汁猪排堡。观众朋友，欢迎你过来收看咱台湾论坛。对2月7日最后的一次，伫过年前最后的一次，咱播送了后，为着要配合民视的整个大选的报道的节目，咱有停播，咱今仔又恢复。当然，伫这段期间，我有呐为着淡水边李秀莲去复选，我的时间有呐较歹安排。我伫遮呢，向各位过去听堂咧收看甲支持的观众朋友，甲各位做一个说明。啊，今仔日要来讲的，就是新总统新挑战。咱真欢喜，经过一场和平、真激烈竞争之后，咱选出台湾21世纪的新的总统、甲副总统。咱也真欢喜，伫这个和平的过程当中。由民进党所提名的陈水扁和李秀莲来当选。当然，亲像陈水扁总统所讲的，即嘛责任才要开始，当选的时阵就是责任的开始。今仔日也真不幸，台北市内也阁有姐姐的抗争的活动，咱也希望这场总统的选举的疫情会当早日来冷静。将这个气力力量来化作为建设台湾、造福民众的力量。今仔日，咱特别要来讲这个新的总统，徛伫咱的面前有3个挑战。头一项就是台湾海峡两岸的和平，或者是战争，要安怎来维持两岸的和平？这个当然也是新总统的第一个挑战，啊，第一个课题。第二就是台湾。岛内的政局要安怎来维持安定？咱知影咧，选举了后，事实上已经伫选举当中就三强并立。伫选举了后，当然也阁有独立的候选人，无党籍的候选人宋先生，伊也得到400多万票。国民党55年伫台湾掌政了后，伊变作第三势力，民进党虽然是当选，也毋是超过半数。这个三强并立的整个的民意的这个走向，咱有呾真注意。咱知影呢，有可能伫这个礼拜五，大法官会议、大法官宪法法庭，就要解说，有可能国台演人案可能会危险。这个有种种的报纸的推测，连连。伫5月7日有可能阁一场国大的选举。即马现处时的立法院，虽然民进党是中央执政，但是立法院
不是第一大党，第一大党原来是国民党。在未来的整个台湾的政局，不管是在民间或者是体制内的种种的体制的国民大会、立法院，啊，甲未来的行政院的新内阁，拢总有一些政治的角力、政治的角力。在这个政治的角力当中，要安怎来维持台湾的政局的安定？咱上关心的，就是每个人的三顿。台湾的经济发展来维持台湾的社会安定，让大家人的生活会当提升。要安怎伫建楼？要来过来维持台湾的经济发展？要安怎来维持台湾伫国际上的竞争力？这个是咱所关心的问题。今仔日咱真欢喜，请三位专家，拢伫这方面、这三个方面真有研究。咱头一位来介绍，就是黄昭传黄博士。大家好。黄博士呢，伊本身早期是读经济，了后呢是做国际政治的教授。伊长期以来为台湾的民主甲人权，抱着生命的危险来为台湾人出声拍拼。伊担任台湾独立联盟的主席。咱知影呢，咱伫这个选举的过程当中，中央就咧喊，讲啊台湾独立，也是发出独立，中央就咧用武力拍。到底这是有影无？要安怎来维持台湾的和平？特别请黄教授、黄博士呢来讲出伊的看法。第二位来介绍的是张福成。